看俺的病爸爸来了，看孩带子孩带子，看孩看孩，哎呦哎呀，这腊八哭了，这兵哥哥回来了，生孩子兵哥哥不在家，你看，哎呀，这腊八哭的呀。好了，不哭了哈，兵哥哥还没放心，兵哥哥，哎呀，要什么要见面礼呀？哎，是看见了兵哥哥给腊八是要见面礼，哎呀，要见面礼，哎呀，这不喜欢可以去换。这见下午要不喜欢再看。哎呀，这眼泪刚掉下来，谁要见面礼？太亮了，快去看看孩儿，快去看看孩儿。看看那儿，把行李把衣服，哎呀，看看孩儿，快，哎呀，孩儿听人爸爸来了，怎么也哭了？哎呀，孩儿啊，这么少呀？看的挺大啊，在视频看的挺大哈，看看抱抱孩儿吧，看看，声音太亮了哈，等一会儿再抱吧。哎呀，我不敢老走，你看，哎呀。哪里？怎么样？看见孩儿的什么感觉？看见老婆的什么感觉啊？太激动了，眼泪还有泪哈。我再拍个小视频吧。